真正的画漫画的时间是在20岁左右。那个时候画漫画的人，如果有名的话，等于差不多也是明星。我一出去的话，如果人家介绍这个是许嵩山的话，哇，大家都哇，有些被欢迎到这种程度。政府时代那个时候刚迁台，也怕台湾人有一种反叛的心嘛。漫画实在太流行了那个时候，所以有一部分有所谓的有志人士啊，还有一些学者都认为这不行。所谓的漫画审查小组，有分了好几类的事，反正他们看不顺眼的，他就叫你改。审查通过以后，拿到审查证书了以后，才可以出版。我们画的大部分的武侠小说、武侠漫画，所以他后来有限制。这个挥来挥去跳那个所谓的轻功都不行，跳高不能跳过一丈的。我也打什么打那个掌风，那个刀拿刀子杀人更不行，不能见血就是。还有。最忌讳的就是画星星的话，不能画5个角的星星，那个是共产党的国旗。再严重一点的话，这个警备总部还会叫你去问。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。我喜欢画画，而且不忍把这个漫画丢掉。每一次开会，我都是这样子。我说你们呐，一定要创造自己的风格了。